多了一个洞，于是我打开监控看了。由于尼莫屁股总是痒，我给他准备了痒痒毛，看来他还买。万万没想到，到了半夜，由于尼莫总是趁我睡觉搞偷袭，朋友推荐了个神器给我，让我们试试效果。你是不是玩不起？我以为可以安心睡觉了，没想到。上一次被尼莫脸部直咬后，我想到一个绝妙的办法，给吊床两侧也防御上。这还咋整？让我们看看效果。我操你搞偷袭！你们都说我家强子弹不行，于是我拿了砖给尼莫试试，结果当你准备睡觉时，当去完厕所不小心吵醒你家猫，他们就会。由于尼莫上次被我误会，所以这次尼莫打算抓个现场。自从上次尼莫撒娇失败后，开始破罐子破摔。于是我开始安慰小雨，你就少了一个，明天带你去切了。今天刚打完球回来，自从小野告示成功后，他好像飘了。尼莫，大家都喜欢看你被杆子砸，今天再来一条呗，来喽！